效与作用。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蒋峰，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。多巴呢是人体分泌的一种递质啊，它参与了人体的多种功能的调节，比如说脑内的多巴胺分泌增多啊，会引起我们的感觉非常开心和高兴。那当然，它与这个人的情感以及感觉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我们药物的成瘾啊，赌博的成瘾都与多巴胺的分泌有关系。那如果多巴胺分泌不足，在我们临床就会引起一个疾病叫帕金森病。那当然，多巴胺对外周的血管也有一定的收缩作用，我们会引起心率的增快、血压的升高。所以，多巴胺是临床上常抢救药品之一。对于一些休克的患者呀，对于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低血压的患者，我们经常会用到多巴胺，而达到收缩血压的一个作用啊。所以多巴胺的话，参与了脑内的一些情感呀，一个感觉的一个过程，而且参与了外周的一些血管的收缩啊，引起血压升高，引起心率增快的一个作用。我们在临床上，它作为一种抢救药品升血压的时候，那我们肯定要注意它的浓度，还有它的这个低速，都要有个严格的控制。